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12月30日，旧历的11月16日，礼拜三。开始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外交部举办的外交小将兵英语政治队宣布活动，中华精神中学四位高中一年的女学生摕到全国的第一名。中华书团被伊加福尔摩沙梦想家篮球队签约，提供专业的运动、医疗服务，照顾篮球队员的健康。中华市建国科技大学思想团队真厉害哦，研发创意生活用品，12件作品提起参加比赛，隆重来得奖。新闻一开始来看，外交部举办的外交小尖兵英语政治队选拔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19届，得到前三名学生团队哦。外交部拢会安排出国来参访。今年咱彰化市精神中学介厉害，四位只高中一年的女学生是来打败定得奖的桃园市武陵高中，摕到全国的第一名。这高中一年的女学生彰显因伫参加外交小尖兵选拔比赛时的画面。学生讲，为了参加这项比赛，爱大量阅读英文报纸甲杂志，看 CNN 电竞外新闻频道，搁较袂当无。参加这次活动，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可以跟很多优秀伙伴一起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学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过程中真的付出很多努力，那这次可以得到好成绩，我们都觉得很开心。精神中学校长表示，外交部这项外交小尖兵比赛已经举办第19年了。过去这项选拔赛拢是由大都市学校在提奖，今年精神的学生是来打破这项传统。我们呢一直在这方面做一个努力，今年刚好我们打破了这个外交小尖兵这个传统，把武林高中的霸权我们把它拿下来，我们今天得到第一，我们的同学的表现值得肯定。彰化囡仔有这么好的表现，关于会议长谢登林是专程来学校肯定学生的努力，也邀请他来关议会参访。20分钟就要准备出一个方向出来，不只要把文章写好，然后四个人要轮流把这5分钟的演讲来做一个一个表述完成哦。那现在的小朋友，论述能力的，那表达能力都非常的好哦。那所以来这边给他们鼓励哦。指导老师讲，往年摕到外交小尖兵前三名学生团队，外交部拢会安排出国参访。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家己国内参访，包括外国驻台大使馆等国际单位。大专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过来来看到彰化县在地医疗体系甲在地职业篮球队再次联手，彰化秀团被伊甲福尔摩沙梦想队篮球队签约，启动运动医学无旁服务，按这个预防健康促进到真治复健，提供球员专业的医疗照护。彰化秀团病院院长甲梦想家篮球队的董事长共同签约，这嘛代表着咱彰化在地医疗体系将全方面照顾彰化在地职业篮球队每一位球员的健康。包括这个场边，我们会有这个医疗服务团队跟救护车在旁边这个 stand by， 然后跟这个运动员，他们平常就会有防护员，我们的骨科跟复健科团队，还有营养师的团队，也会跟他们做一个密切的沟通。那运动员万一有受伤或者是有些不舒服，也会有绿色通道到我们的医院，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业团队去替他们服务。那万一有真的受伤需要一些手术或治疗，我们也会有最专业团队来替他们提供服务。
梦想家篮球队表示，球队除了训练和比赛以外，伊嘛伫彰化、台中等所在巡回社区以及学校来推广篮球运动，传达正确的运动观念。因为梦想家平常都会在彰化啊、台中啊，我们都会下乡到学校去教导小朋友正确的运动篮球知识。那今年我们可能会跟秀传的医护人员、小护士、医生等等一起，好一起下乡，然后推广正确的运动方式。梦想家总教练也讲，职业球队有完善的医疗照护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无论是赛前的预防伤害，甲比赛了后的恢复疲劳，甚至是受伤了后的治疗，拢会当让专员无后顾之忧，全力表现。大众新闻张向雄华采访报道。来看学生无限的创意，彰化市建国科技大学思想团队参加2020第七届高雄国际发明家设计展，在日间参加比赛作品当中得奖，介厉害。建国科大思想团队发挥创意，要让生活过了更好。这个想法有得到发明奖的肯定，其中这卡属于你时尚宠物外出包，就相当特别。人们对老鼠的既定印象有点糟，都觉得它很恶心可怕这样。那我们希望改变这个既定印象，那再加上现在环保的议题讲究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可以循环发电的东西，这样让老鼠在跑，然后后面的转动发电器再转来达到发电的效果，然后让它也可以帮饲主的手机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充电这样。宠物有好的空间，让人大的空间当然也要更加安全便利。厝内电器唔来当用声音控制，搁较透过 AI 人面辨识来防止无熟悉人。这是跟老师就是讨论出来的，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家庭的这种自动化，然后就是比较方便这样。对。啊，搁有一个水道头感应式的开关，除了控制水流量以外，水的温度也可以用手势来调控。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手势来控制那个水温跟那个流量。我们总共可以控制13个流量跟6个水温。建国科大校方表示，思想团队这回创意发想，全部拢是以提高生活品质为出发点。这挂人性化发明，当然嘛得到肯定。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关于湾外千米特别伫咧服务处发放即个民生物资，照顾河滨地区的弱势乡亲，讲过了后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庄仁祥。防疫迎新年，鼓励大家在家中收看跨年节目。年假期间，如果计划出游，也要做好防疫措施。如果您要参加跨年活动，请携带手机，以利通知防疫相关讯息。活动期间及年假出游时，记得佩戴口罩，并注意手部卫生。主办单位及场地管理单位应提供手部消毒用品，提高公共空间的消毒频率。室内活动请落实十连制，规划固定入口，进行体温量测及手部消毒。如果您正在居家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发烧、呼吸道等疑似症状，请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外出参加活动。让我们一起落实防疫，健康迎新年。2021荣耀秀水元旦奔腾，升旗路跑齐步走，开启活力第一天，巨型国旗升旗典礼，张宁一队完美开场，还有闯关摸彩抽大奖，健康路跑幸福启程，还能免费享用社区美食。我是秀水乡长林英嘉，邀请大家元旦来升旗，一起来为路跑选手加油。3, 2, 1, 新年快乐，New Year！
合众方式迈向2021。新年到，都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安顺心。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11月17，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微光蝶加北风，何时是早起的7点到9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今年立冬上界强的寒流报道哦，不过咱河滨小镇算是真温暖哦。原来就是关于原外青米30号早起时，专工伫咧服务处发送白米、面条等民生物资，照顾大河滨地区的寒暑甲弱势乡亲。今年立冬上强的寒流报道，气温向上降真低。关于原外青米30号上午伫服务处发放白米、面条等120份的民生物资，关怀大河滨地区的寒暑甲弱势乡亲。咱也知影讲冷冷的天气吼，咱即个感谢咱的口征吼，胡维公吼赞助咱240斗的米吼，要来关怀这弱势。啊，而且咱阁有准备着的沙拉油啦、面啦、泡面啦、面条啦，有的是人赞助，有的是服务处这边准备的吼。啊，我看到因领工吼，真欢喜。我相信这2斗米，互因食到旧历过年应该有够吼。啊，互因转去吼，敢有温暖，尤其是这款天气，搁有面条，搁有泡面，互因汤煮的话吼，啊，非常的好。啊，服务处陆续，若有人吼赞助咱一寡物资，咱卖陆续来办理吼，来发放吼一寡边缘户或是还是一寡较弱势的人。那前面机关表示，天气冷冰冰，即届真感谢庙宇捐赠240斗的白米，搁有善心人士甲企业。甲服务处斗阵做公益，关怀弱势乡亲，互因会当伫寒冬当中感受社会温暖。台中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消防单位选择防灾知识真用心，伫咧一个岁末年终的时刻，何必防火选择分队特别举办联谊餐会，甲表扬职业人员，感谢防选队员各部团的支持甲付出。防灾做了好，火灾自然少。火灾案件逐年咧降低，除了非公益消防当然努力推动火灾预防工作以外，防火宣导队更加是一定功臣。何必防火宣导分队伫岁末时阵举办联谊餐会，表扬职业防灾人员。防灾分队其实本身真的是很辛苦，出来包括我们所有的灾后的灾后的一个防治。我们今天做了包括我们有住户的住家的一个访视，我们做了500公里，在这个疫情期间很不容易的成绩，所以底下我真的非常感谢，真的我们顾问团这么一个协助吼，那支持我们防宣分队和那个防宣表扬大会感谢景义消黄轩姐妹们一年来的辛苦与付出，让大家平平安安，更感谢顾问团们对社会的付出，慷慨解囊，做我们黄轩的后盾，让我们捐赠的灭火器200支，助警器300个，儿童消防衣、笔电、急难救助等等，助警器灭火器从单亲、独居老人、低收入户安装起，让他们感觉社会的温暖及关心。愿这份
爱传承下去。何秀金分队长指出，真正真感谢顾问团长大力支持防霜工作，关键灭火器火灾助警器给绿色家庭，也感谢防霜队队员的收听，大家共同打拼推广防火安全的观念，共创美好生活。多种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到底在现场来看，国立河美县学校为着要让住伫咧学校的学生囡仔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伫咧仁爱文教基金会家长会甲教文团的协助之下，替囡仔打造欢乐又个温馨的跨年圆梦舞会。河美县学校对伫宿舍学生，大部分拢是为各地前来就学的囡仔。校方为着让即挂囡仔也当充分享受过节的欢乐气氛，连续三年举办晚会，青少年共破难忘的回忆。学校呢是一所融合学校，那有很多这个身心障碍学生呢，他其实是从远地来到学校就读，所以他们就要住在学校的宿舍哈。他常常可能遇到一些节庆啊，像圣诞节或跨年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家跟家园呢，家人去做团聚哈。所以学校呢的师长们很用心，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号召一些亲朋好友来，为这群孩子来办理一个圣诞的舞会，那来带领这些孩子哈来跳，有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一支舞。让他们呢也可以在这个舞会当中去感受到这个节庆哈，值得感恩的事情哈。那当然，今年的活动我们也很特别哈，除了帮孩子筹办这一个舞会之外，我们也办理圆梦的这一个活动。那我们就去召集了很多可能是我们和美在地，或者是彰化，或者是台中的这些企业，或者是社会贤达来募集礼物来赠送给我们宿舍的孩子哈。那今年其实特别感谢我们的和美的那个林根任议员哈，他大力支持我们这个活动，那他去募集了我们这个纽斯博哈，台中的一间出名知名的这个运动鞋公司，那也获得这个公司的张老板他的一个认同，那他捐赠了我们学校50双非常好的这一个知名运动品牌的这个鞋子，来给这些孩子。河美县学校伫家长会、家长会顾问团、另外文教基金会支持之下，结合姐妹帮、退休老师团、企业、个人等社会资源，募集丰富礼品，替住伫宿舍的囡仔圆梦。这个晚会哈，也让我们学生体会到很多带动跳，这样让跟他们大人这样一直玩一直跳，带动，也感谢这个学姐哈，来陪伴他们过一个不一样难忘的晚会，看孩子们哈都能开开心心的，我们周会长哈做家长的都很开心。吴新宏好度支持。最末是感恩的季节，伫宿舍举办晚会，除了会当陪囡仔共破难忘的回忆，也希望透过活动来感谢老师几年的辛苦付出。多中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今日来报道台湾话，要带乡亲来去听看麦，陈美雪老师要来教咱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阵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友好，友好就是事事用心奉待父母，尽做子孙的孝道。咱来看例句，伊是一个真友好的囡仔。过来是俗语，饲囝无论饭，饲父母算长。这句俗语是个感慨，对待子女事事，甲对待父母两种无同的态度。饲囝未去计较囡仔食偌济，不过照顾父母的时，却爱甲兄弟计较，惊家己吃亏。六港桂花巷艺术村哦，布置1200个彩色风车，伫咧走道顶端哦，转啊转，景色是真迷人，嘛来展示六港高岗风的魅力。3, 2, 1，新年快乐，New Year！
合众方式迈向2021，新年到，都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安顺心。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大中华新闻来看，鹿港玉基宫发表上届新一代的舞剧，由吴定莹、黄信龙、吴林信、李义新等鹿港的在地工艺师量身定做。按这个材质、木料、工法到旧新彩绘，拢有各种的卡司，每到因鹿港呈现传统工艺美学。鹿港玉基宫上新的舞剧正式登现在你信徒的眼前。这座舞剧是庙方为了这届鹿港定安宫新庙庆庆了景特别打造的。鹿港的工艺师去做制作，然后跟设计的。那包含说这一顶轿子是他工艺师在制作的时候，他有特地因为他是要抬出去的，所以他有让这顶轿子更轻啊，或者是他的高度去调整。那是蛮符合人体工学的，它包含我们的神尊田都元帅，还有前面的四尊月官跟烽火二将，也都是鹿港工艺师去做特制的。庙方这届阁特别聘请鹿港木作工艺师吴长荣、黄信郎来做主体设计佮协作，雕刻是吴仁信来负责，彩绘是由李义兴老师负责。舞剧衣背顶头，阁请吴兆勋大师来书写，为桥顶到桥卡，处处拢是卡书。Made in 鹿港的制作匠师都是在鹿港，所以是 Made in 鹿港。那基本上它的所有装饰也都是非常有鹿港风味的一种装饰风格。例如说我们前面这一堵的那个翻草花，或者是我们原本扶手前面的这两根龙头，我们这次也跟匠师讨论，决定把它改成那种螺旋的翻草花，所以整顶轿子会让呈现出一种很雅致，然后不会。而且非常大气，然后华丽的风格，所以在这一顶轿子的可以说是非常富含鹿港味的一顶轿子。这样，那这顶轿子，我们鹿港玉曲宫的管理委员会也非常的精心，为这一顶轿子做了很多事。它这顶轿子总共花费70万以上。全新第二代舞剧无计成本，用5个月时间，开70万来设计充满鹿港味的工艺之美，无输前一代。这顶舞剧也继续接棒，传承颠倒万岁精神。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迎接2021年鹿港电工所特别伫咧鹿港桂花巷艺术村推出一个彩色的风车海，共有红色、青色、蓝色、紫色四种油桐花草的风车，总共1200个挂伫鹿港桂花巷艺术村的天顶，荡啊荡，亲像伫咧跳舞同款，视觉景观改变人。1200个风车占满规个桂花巷艺术村步道，随风热情摆动，要让游客感受到鹿港风的魅力。咱利用咱鹿港吼啊，这個、自然的一个吼风力，来当从咱鹿港来到这样的东部区域，还得这九降风降临。所以我们的4/2吼，这次能够以风车为主的咯啊，靠着这九降风，来当从风车来一个运转，来当从这新的一年，来当让大家扭转乾坤，来当让一个新的好年。能够带来一个好运。镜头射来到暗时，彩色风车、客家花草搭配七彩灯光，真是盖迷人。今次2021年，鹿港电工所再度推出彩色风车海，透过灯光布置，要让桂花巷艺术村在日时甲暗时拢有无同款的景色，吸引乡亲来鹿港佚佗。接2021的新年到来，鹿港工作艺术村啊，艺术村哦，超人气的一个景点啊，打造了一个哈、哦、彩色风车海，也刚好可以哦，我们以四个颜色哦来组装成的这个风车海。有那个客家的油桐花的一个客家布，还有我们的蓝色、绿色、紫色，那形成的哈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观，也让我们可以连你千人霸界红家啊，非常壮观。
以及啊做鼻戏哈啊马飞琼，所以暗时哈啊有他的哈啊一个夜的一个光景，也当讲啊很牛哈啊真侪游客来到家，那现在成为一个打卡点啊，真侪啊到假日啊真侪哈游客来到家哈啊拍照打卡，哎当讲是很牛哦啊非常哦啊受到一个赞叹。所以啊，欢迎咱好朋友来到咱鹿港，也当来到那些桂花巷艺术村哦，来做一个参访。鹿港店长柯志宏早起也来到现场，搭上最佳打卡地点。柯志宏表示，早时看风车，暗时赏灯，邀请乡亲做伙来到鹿港，迎接2021年来到。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在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49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3.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0元，中价16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27.5元，中价21.3元，下价13.6元；卡玛豆上价51元，中价41.6元，下价30.9元；贝莲啊上价34.8元，中价25.4元，下价17.5元。花椰菜上价37.1元，中价31.1元，下价24.0元；面豆上价108.7元，中价94.7元，下价73.6元；包心饼上价20元，中价15.8元，下价10元；葱头上价21.5元，中价19.1元，下价15.2元。菜头上价16.8元，中价14.0元，下价10.2元；白菜上价20元，中价16.3元，下价10元；青菜上价56.5元，中价38.9元，下价23.4元；葱啊上价30.4元，中价28.4元，下价23.2元。关心户外空气状况，中部地区 AQI 指数是55，空气品质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另外，讲到这个天气的部分，寒流报道北台湾低温只有6度至7度，中南部地区甲华东地区嘛只有9度至11度。中部以北个沿海地区风速真强哦，东西用地业者爱来做好这个防寒害的石头，乡亲外出嘛爱穿较少的，注意保暖。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是迈向2021，新年到，就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安顺心。小弟、小弟办年船。
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